此人必须立即铲除，永绝后患。如果杀了我，真的可以让你摆脱控制，那你动手吧。你是谁？你帮我一个忙呗。你想要做什么？走，我们喝酒去。我不喝酒。那好吧。我刚才经过后花园，看那些花。保持了。我。杀了我，因为只有我死了，你才是安全的。你为什么不杀？仙灵就罢了，万万不该逆天行事。我一己思念，我不见生灵，是我指使的。战神拜上天庭，压巨诛仙台，毁其仙根，灭其元神。不要丢下我，此生可以遇见你，是何其幸运。我爱你，就算我不在。要天天开心。从一开始见到我，我就感觉特别的熟悉，特别的亲切，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。